你什么意思？何冰，猜出来了，猜出来了。一经猜出来了，开始还不太确定，但是这个作品一出来就找到了，很笃定了。像我上次猜李成儒一样笃定。哎呀，我也猜出来了，他应该是我们的师哥。这完全是猜出来了吧？太熟了。哎，你笑什么？代沟啊，代沟啊！<笑>就是。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，这是双人组这么自信的表达了。然后这边因为从我这个角度可以看到，韩雪老师的表情是依然说什么？发生了什么？何冰老师，你这么的确定，那你能不能给我们一点提示？这位老师，1米大的八个，不是1米8的大个。哎。 方辰呐，快快摁住老师，感觉老师要冲下来了。我已经把老师按住了。忍一忍，忍一忍，老师，一会儿就能下来了啊！一把张子大个儿，你行不行啊你？你想想，那八个要1米大，多可爱啊！八个，舅舅，你知道吗？舅舅，这种男人的世界，这是他哪知道？哎，这怎么直接来了呢？什么情况？哎，我觉得他的火药味太重了。 真的，虽然今天有可能是你的专场，但是我们还要抱一个非常善良的心，是吧？虽然心里恨得你直咬牙，但是我就不说出来，不像何冰这样，是吧？你知道不知道？你是浑水摸鱼的吧？大眼睛，双眼皮，1米8的八个，骨骼惊奇啊！ 他呀，跟胡军多少还有点像。我们班听他的，他是班长。他们班听他的，班长，您觉得他们形容的到位吗？到位。